太漂亮了吧，这幅，好好看。今天比较优雅，不太方便走动，我就不去了吧。我也是个艺术。你这冷眼是什么意思？哎，那你知道这个吗？我觉得吧，就是除了于洋那个看着就是像临时安上去的，其他的都是真的很艺术。没有啊，那海报是你换的吗？这很适合拿来做戏的海报。哎呦，这么贴心啊，还真是头白鹿。仙子去无踪，故山移白鹿。白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幸福的象征。这上面就写的白鹿啊？对呀、啊，啊，这好好看，它就是有一种《山海经》的感觉，真好看呀，太好看了。我俩的 T 恤格外的干净呢。你能不能遇见范丞丞就靠你的本事了。